兄姐妹，我们不是一起起来啊，从今天早上五点钟我们就起来了。早上我们已经听了两篇的道理了。那么我们的属灵的粮食啊，我们都吃得饱饱的。灵恩会就是要听很多很多的道理。让我们的这个灵性呢、不会饥饿。就像我们的身体一样。如果我们 一天两天不吃饭。我们头都晕晕的，都快倒了。那么如果两三天不喝水，那么更严重了。所以呢，我们的灵魂也是一样，我们要常常来听神的话。神的话就是我们的粮食。那么今天很多的弟兄姐妹，在明天过后就要受洗了。就是真正的我们真耶稣教会的信徒。那我们讲的就是我们神的儿女。或许我们过去被称为外邦人，因为我们还没有正式归入神的名下。这个明天呢，受洗之后，我们就正式变成神的孩子了。我们教会是有圣灵的教会。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给我们这个圣灵，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神迹奇事随时发生。神的一些奇妙的事情都会发生。为了这个高墙的不然的东西，我能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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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在我们教会也是一样。我们今天柬埔寨，我们这一次教会在这里已经传了将近十二年。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或许在初期我们是含泪在播种，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就是欢呼收割。很多的福音传出去不是一个人传的。甚至于都还不是我们的信徒。就开始已经传福音了。我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最近我们离开家快两个月了。我跟我们太太先到这个泰国一个月。还没有回家就直接到我们柬埔寨。结果呢，我们从这个亲戚朋友把我们家前面庭院哈照了下，在我家前面广场，家前面呢、土地，空地，院子。他照了一个相片。他不能进吗？我们觉得很奇妙。没得老乡的。在那个庭院那边长出西瓜来了。西瓜。西瓜。冷。而且长得很漂亮啊。还是阿爹，红爹，老爹。啊，
我们一直在想我们没有种西瓜呢。经过当初来，因为面板不和果本来不合一类的。怎么会长出来？那边先种西瓜先。原来我还在那边的时候。经当班那边来用的地农。啊，大家吃西瓜。啊，都捏秧本来。西瓜里面有籽。那边口啊本来能。哦，那个籽就可能就乱撒啊、哦，在那边。另外还这边抽。啊，不是种的哦。那用面板它用打没呢？结果它自己长出来。还有个落不落的出来。而且结实啊。你说有个果子的，面海面来面来面加进嘛。好，我们回去的时候就可以吃西瓜。准备一点的，用多的老本事，稳安样的来办。今天我们柬埔寨的福音就是这样传出来的。真的，上天加出来，我们得感谢个巴爹的。当我们把这个真理的，这个福音呢，告诉别人。准备用布拉的，我们布拉多两个对。哦，他们听到以后，放在心里面。基督重生。如果是一个基督徒，他也会从圣经里面开始做比较。他会发觉到，哎，我信主几十年了、啊。奇怪，我们也是读圣经啊。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们真正的真理在哪里？哇，他们很像发现一个宝一样，知道吗？宝贝就是发现一个很像宝物，像那个黄金啊、珍珠、钻石，那个就是宝物，很有价值的宝贝。有价值的东西。哇，在我们那边哈，有一些石头。我们以前不知道。地上很多那个蓝宝石啊，那个石头很硬，很漂亮，有颜色。大家都不知道。走路的时候都随便踢啊。但是后来有人发现，这个是真正的一个宝物，我可以卖钱啊。chúng là bây hai cậu mềm đường môi cậu mềm kề mà xã chơi đấy cái thà là bọn nó cứ miên làm lái ai luôn tranh do con lời bạn à hôm nay trên ý với chơi chơi tốt miên giá trị chúng bị muốn như đang giờ cái thà bây giờ miên làm lái nhưng m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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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hưng这个宝物这样随便踢一踢，觉得没有价值。像面对我们这么多，就跟他把海前面面弄来，就拿多的他妈我们这。但是我们今天呢、啊，我们真正的发现到最有价值的东西。但是呢，用的天力，就用让他去找到，让他去他连接了宝物，让面弄来好。那就是我们得救的福音。连他连接到的那些得胜过的宝物，我们今天听到这样的一个道理。一个多是哪个两多呢？听到心里满心的喜乐。我们真耶稣教会到现在已经是100年了。传了好几个国家。到哪里都有我们的教会。虽然我们今天柬埔寨是刚刚起来而已。但是我们成长的速度很快。这个不是我们很厉害。最主要是神的圣灵、神的能力已经落在我们这里。有圣灵同在的教会，就是圣灵同在的教会，就是圣灵同在的教会，就跟外面的就是不一样，就靠比圣灵的地。我们以前也是去过教会，真有比圣灵的教会的，但是从来没有听过真正的像这样的一个福音啊。但我们是在那个位置，圣灵同在的教会，就是圣灵的。我们以前也在祷告，比圣灵的教会的。但是我们没有力量。但是我们来到了我们神所设立的教会。我们祷告有力量。我们心里非常充满喜乐。他们改变一个人。或许过去我们真的是没有希望了。
khluon toa keu khmien sakham te bo kwo chu zhen de dui wei lai mei you shen me xi wang mei you phang wa ngai chung ta yin tha chi luon muoi dai o sakham man nai dang tha trai phuer wai mei tien guo zhe tai yang chu lai tai yang xia san ta ngai dang de tha ka ta rea ka ta lai te wai bo me bu zhi dao me huo zhe shi zuo shen me tha chi luon nang luon nai nang keu thuer ai ke ha ha wo men hen nu li de gong zuo yang khat kham phuer ka ni wei lai jiu shi ba wo men zhe ge du zi neng gou tian bao其他事情做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今天已经知道神的道理。我们知道原来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啊。这是很短暂的。而且每一个人都要离开这个世界。这个今天我们发现这个宝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将来离开的时候我们这个生命会一直到永远都会永生啊，就是我们的灵魂能够得救但是我们今天想一想神的日子是不是已经快来了？听爱的中间莫莫到天能，他这莫还留。哦，或许我们也去看电视新闻。不，因为那个都是多。哦，世界都在乱。整个部落在打明天全部举报。哦，这个有时候国跟国在打仗。那上个月那边不停的不停。不要说国跟国，邻居也会吵架。把家里的不停的上面也去看到出去了。不要说是邻居，我们自己家人也会吵架。把家里的去看上面的多少路来个爱出去了。不要说是我们家人。先生太太每天在一起也会吵架。将爷爷什么就杀就该爱的不来不奔那个出去的。哦，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在这个恶者的掌权之下。杀的因为那比刚不吧。啊，这个恶者就是要让人每天都乱。他不吧能来杀他，那就别熬那个概念，然后他就不吧。但是这样的一个日子的来临。哎，刚刚中间吗？我们。基督徒我们怎么办我们要怎么去面对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在我们基督徒内心里面我们充满的是什么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大喜的日子就是神拯救的时候也就是让我们释放得到自由的时候所以呢我们内心里面没有恐惧我们内心里面充满的就是一种喜乐那么在主的日子来临之前呢我们基督徒就要做很多的准备工作我们等候神的来临这个我们就是一个存在的一个价值我们活着的一个价值我们活着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代价活着的意义啊活着的意义就是活着的好没关系你们听得懂那就得变成被用不好听啊我们今天呢我们在灵里面有时候语言不是很通但是我们借着祷告神给我们就像一个家人一样刚刚我问这个小妹妹在那边唱诗是读中文的赞美诗我问她你会不会讲这个柬埔寨的话他说还不会他才来一年而已啊，我想妹妹你什么时候会说他被那么讲到这里我们就要讲这个柬埔寨的话他用到什么卖的在柬埔寨再怎么样也要讲 Open Prayer 然后那个他讲 Open Prayer 妈妈的 Open 城这个
要学习。今天在台面说。为什么我们把你们放到这个地方来？为什么我们会放到这个地方？在那边直接打到老弟弟。神就像刚刚我讲那个比喻哈，种在这里以后要开花结果啊。所以神要用我们。来长大人。啊，就是我们在这里好好学习。吃饭的时候要吃的一样。能被娘买，就用娘种田，种田。哦，来这边辣椒比较多。像我到今天，像家不到他，我带别吃啦。我们就试着吃辣椒。我带去什么吃娘不带来？我到乡下那边吃饭。被娘带菜娘买。哦，那个辣椒哦，没有用酱油去蘸的，直接一条辣椒，我就直接酱。我台湾哪吃啊？我这么好吃，我也跟着吃。我用毛看娘娘哦。娘可以说娘的，老公娘的。到一个地方，我们就要去融入这边，我们要出来。好，我们现在进入到我们真耶稣的展望在哪里？为什么我们真耶稣教会在柬埔寨我们有希望？第一个，我看到的，就是很多世界各地都集中在我们康查这里。ไปท่าไปพบแล้วนั่นคือกับพวกแต่เมื่อสำคัญเลยในการเชื่อเยอะโอ้这边讲了很多种的语言ให้ก็เช่นก็ดีใจภาษาบ้านจะนำภาษา这个语言虽然大家不通ไม่ใช่ท่าเมื่อจำนวนคือภาษาเขาคนเดียว虽然大家觉得很麻烦คือนี่ก็ท่าภาษาชีวิตสิ่งใดปะปะในตัวเดียว但是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特色特别，但你去接哦，前面比赛的都不到来用。哦，让我们能够把这个福音哦，很快的传出去。啊，那用能干，就在那把用那个面皮乱，都乱。好，尤其传道有一个策略，传道一个方法。我们很多的年轻人。我们有读书的这些孩子们。集中在我们这个郡边来。他们的祷告比我们在乡下还要多。真噶，他那个一两点都开的。我们在乡下的老人家早上十点就睡不着了。真个，所以那家的毛波那一堆来路哎，毛波绿。哦，我们在那个乡下几点起床？真的那开的毛忙，高比基。哦，几点？那开毛忙。我问一下。都说那毛比开的毛忙高比基。这个忘了爸爸前面这一位。我问他早上几点起来。忙完个比例。几点？对呀。四点。四点，起床以后。给他炒哎，被那个比例还。有没有那个？地毯，你拿地毯呢？有没有？你呢？有，哇，谢谢。我准备。五点祷告。五点，7点，9点，11点，2点。五点。哦，感谢主啊，我准备啊，哎，真的比我们还要多。昨天奶奶崩的。一个教会里面，就像军队一样，军人啊 ，soldier， 都军队兵，有祷告的大军呐。正面共拉美加他能壮大的，或许我们还不会讲话，或许我们还不会讲传福音，但是我们会阿弟坦，哇，神的灵，正表现我不好，感谢主。所以呢，当我们还会讲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交托给主耶稣。因为主耶稣今天让我们成为他的小孩。
bạn đã yêu thay dương chỉ cô và bà hai. Nhưng mà ông trách nhiệm là gì? Chẳng từng bước khó trời bà dương cứ chỉ ở vậy. Yêu chịu cơn tố rẻn à. T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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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uy sống trong được chỉ trả nạn điện. Chúng ta có một thiên à. Thôi đó ngày mới. Ông đã走 rồi, đã到 Chúa Giêsu bên trên. Ngày mới cứ dương tới, cứ dương trả trách vì ai đấy dương tới chuộc chỉ mới bé. Chúa Giêsu cứ ngủ mình. Chúng ta xuống đường xua dương. Nếu hai khổ trời được sử hậu. Chúng ta bây dương ruột nơi đó. Nhi chịu được tố sao rẻn à. Ờ, để anh bán truy sống trong được mà nè. Lúc đó ông mới nói, mấy giờ. Sẽ dừng cho ai tha, ấm miên lắm. Chúng ta xuống phải tới. Nói bài tẹp nhóm, sao kỳ đó đứa được nhóm ấm miên. Không mang trang tẹp. Chúng ta phải rơi đứa như thế, con thách. Vì chúng ta chẳng được đứa như thế, con thách. Nói chẳng được đứa như thế, con thách. 所以呢，我们就知道，我们要成为一个这耶稣教会的信徒。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教会能够兴旺起来。所以，我们常常讲，我们第一代的信徒。所以，我们的信心很大。 很坚定，很好，我们的信心很好。甚至准备这把用了哦。啊，不会被人家影响。人家怎么攻击我们？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相信的是耶稣。我们心里早就有准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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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心里
chính như thế sao nào kì chỉ có tin Giêsu đó vậy nên tôi start cứ start phải Giêsu ở sách kinh bên trong số gì mà tôi giảng số gì Giêsu ở trong cung phi ở trên thưa ấy cái trên thưa nào nè vì tôi ở trong giáo hội ở bên trong đặc biệt nhấn mạnh ở bên trong đặc biệt nói với tôi nên các bạn ở trong những chiếc xe đại ta trong chú đi bên tôi là một nhà người nên trong cái kinh chỉ chú sa đại tôi muốn tham gia 我们在外面也许做很大的事业。或许我们在外面是一个很富有的一个家庭。但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头。大家都是弟兄姐妹。所以我曾经看过一个人。在台湾。因为在台湾吃饭的时候，大家轮流煮饭。为啥在那边台湾呢？若被煮不好呢，就给免费给他们来。哦，有一个弟兄。那个免包括了呢？他是博士，来，大学的老师。国际两年读过免大学来。社会上的地位很高。真的，在那个不。但是到教会以后。在被嘛，到那边去。哦，他也是叫什么什么弟兄。如果轮到他去煮菜，哦，他就拿那个围巾，也是 在厨房那边煮菜。也是在厨房里面洗碗。到教会来。他忘记他在外面他是什么身份。大家都是一样的。好，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十九节。你们不再做外人了，你们也不是客人了，是以圣徒统一国的。哇，神家里的人。我们常常讲说，妹妹你们家几个人？六个。对啊，千万你家几个人？四个，五个，好，那我们生家里的人有几个？我们全部在一起209个。这个还没有算的一些从外来的在这边工作也是神家里的人啊。那么这边最重要的告诉我们，今天神家里的人不是外人。这个外人跟主人就不一样了。外人来到教会我只是来这边做客人而已。教会里面有任何事情我不会很关心。但是神家里的人他很爱自己的家，家里发生任何事情他都很关心。在家里有任何需要代祷的，告诉我们自己的家人，我们就可以同心祷告。就像以前啊，在布里斯班那边啊，那个公司分，那个牛没有回来，哇，这边的学生在餐厅就祷告了。三三两买的东西，那个来两买，安牛哇，二三十头，对一个家人来讲非常的重要。三一根不够，买够，买比够，买够。哇，那成真，什么人带？下下就打电话来呀。真两人都开那个店嘛。牛没有回家。牛没一够没得老毛店嘞。他又找不到。还好可以点。怎么办？怎么在？很着急呀。真买家那个叫也配个是了。你们的牛。
没有回来，你们会怎么想？就你跟老板三姐面过，见面过，还过，没得拉马爹，还没得。哇，很紧张。见面见面打死了。他电话到这边来。打电话到表皮爷。哇，学生二话不说就开始在餐厅就开始祷告了。尽管电话电话就打到那个餐厅，那个来两百。那很奇妙。就我想问的。耶，那么多二三十头那个牛，一定是一群嘛？就你这么高，那么黑，见个吧？哦，啊，就算是小偷好了，你怎么偷这个二三十头？小偷啊！小三姐招。哎。撸得。怎么偷？偷不了啊。撸个阿呆的全被。但是咱找不到。等待好还好，可以准备勤劳。那么，这么距离那么远，一百多公里，距离啊。距离就是我们的这边到那边很久，很远。要背可能背得到六百嘛，六千个路。但是我们的祷告。等待加餐多久？神的能力。那就算了，不然。祷告完了。不要看着。啊，几分钟，十几分钟，哎，电话来了。我们就不满足的。感谢主，感谢啊。感谢呢。神照顾，牛都回来了。不然，没太高，那高到哪毛背着呢？这个就是一个家人呐、啊。今天去接司马德的周三位。啊，哪一家有生病啊？周三位那在他们司马杰那去。我们就要祷告。今天爱家谈。像他的应该是算什么？我去他家，一个小孩子身上一点一点黑黑的。他的那个你什么人啊？是吧？他的家里。一个小男孩呀、啊。可没跑过年。那他身上很多的生病。得克罗纳去干的给。对，你去了以后。已经等到。阿妈哈，我们在祷告。Jay đang bị dịch của bà Thám. Ama hẳn tan xin. Chân Jay đang bảo mẹ tên. Ông chỉ tỏ cao tốt với ăn sầu. Mà thay chân A Thám yên đã đại lực của bà. Chứ bố Ama hẳn phúc phang xin. Chân thầy chỉ Jay và trái nó cứ bắt tục chất đây. Sư bố sư lô tèo mèo ăn sầu thà tờ nà gà sù nà. Thà sư hẳn tan xin bố mẹ mèo ăn thà tờ sù nà. Có cơ ta Jay đang bảo thà khách bê A Thám nó cũng không biết ấp ai ấp ấp.祷告的时候，很认真。后来眼睛睁开，做什么？拉执事的手。他我的手按到他那个苏娜的头上。其实我们都已经帮他按手了。他也知道祷告有能力。这种也是很好的事情。因为阿嬷的爱，希望这个孙啊会好。第三，问他有没有去看医生？苏海苏把他们怎么办了？没有。阿咩呢？阿地坦。那个阿地坦。哦，他自己肋骨都断掉了。真啊，肋骨，肋骨，啊，断掉以后刚断，没有痛。筋吗？筋，骨头。这边，这边，这边，你的骨头这边，骨头断掉，啊？叫什么？长骨吧。哎，他跌倒。对。跌倒还不怎么痛，刚跌不会很痛。真的不怕受伤的。三天以后。没挨到。不再痛。伤到伤到。骨头凹下去了。伤到将要出嘛。他就知道。对吧？搞等他来上班。十天了。六天。怎么样？没得。靠谁？拜拜了不嘞？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就为应当做了你好。我们就有一个祷告的目标啊。他有没有大家看对的？我们为什么有这个信心？他那边有没有准备做到他那里没？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创造的。就我们都是跟着大家变成两个。医生要读医学要读七年。身体上边白的练了不白去呢？但是他只有，比如说是。看鼻子的耳鼻喉科看鼻子就要读几年了。什么的没看得到的看摸摸眼睛的。他还没有看别的身体哦。还能面对别的身体。但是今天我们告诉主耶稣。那你要为拿进大白书。如果神的医治。神这边就加七八百遍。就会了。能治。所以我们要有这个信心。今天在里面准备吃饭没？我们是有圣灵的教会。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就讲得很明白了。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我们圣灵降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会有什么改变？
第八节说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哇，这个能力，这个不只是一病赶鬼，而且我们所说的话，当一般还没有信主的人，会吸引他对信仰的这样的一个追求。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很多的慕道朋友，带慕道朋友，因为他还没有信主，他已经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因为我们告诉他怎么祷告，借着祷告，神开启他的智慧。所以，我一个成熟的、一长大的一个信徒，我们已经听了很多很多的道理。当我们还要再追求更有智慧、更聪明。但是呢，我们送神的恩典，我们才能够得到更多的智慧。哇，今天我们已经认识了主耶稣。好，我们已经认识了我们天上的阿爸父。很好，我们就有这个。所以我们不要小看啊，我小小的一个。我什么都不会。其实我们今天如果靠主，神开我们的这个心啊。告诉大家，只是真的不是很聪明的人。我小时候哈，不像他们叫这么大方敢坐在前面。小时候就是很内向，很自卑啊。我叫到前面，叫到前面讲话会发抖啊。啊，家里环境也不是很好，家里的。也没有钱，要去读书，我大家吃饭哦，都会带便当。哇，同学的便当里面有鱼有肉有菜。只是我的便当就是真正的饭，一个便当没有菜。每次吃饭的时候，都在这后面，人家的菜很香，只是没有去吃。闻到人家的香，我自己也很香了。我没有怪，我没有怪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很辛苦，有饭已经很好了。所以我就躲在角落的一个人啊。我没有办法跟同学一样。就有一次，我的便当不一样，我的便当里面有菜。啊，怎么会有菜？原来我们家的鸡有生蛋。那个鸡面生蛋啊。生蛋哦，那个鸡哦，不小心那个蛋破掉。真的被害们被裂开。好，我妈妈就把那个蛋哦煎得好大好大一块。我把那煎毛通没得。好，放在我的便当上面盖住。但那边的哦，很香。我同学都看我，哎呦，怎么那么好？就那么一次有蛋而已。所以我们今天想，我们出生在哪里？神给我们是最好的。今天我们出生在一个很贫穷的家里。但是我们不要认为我们自己很贫穷。我们要想到，哇，我今天能够认识神，
យើងត្រូវគិតថាអូបើសិនតែនេះបានស្គាល់ព្រះសុលោប៉ាប៉ាម៉ាម៉ាតាហៃជីវ៉ាន់ខាងពុកម្ដាយគឺមកផ្នែកផ្សេងពួកវាគឺ天上父神的孩子哎ប៉ុន្តែសំខាន់យើងជាកូនរបស់ព្រះទៀតកាលៗយើងទៅដល់ណែក៏ចាំជួយយើងត្រូវចាំជាកំពីយើងបានអានអំបញ្ញមិញអញ្ចឹងយើងត្រូវតែប្រយ័ត្នពួកវាគឺ神家里的人យើងជាសមាជិកក្នុងគ្រួសាររបស់ព្រះវ៉ាពួកយើង就觉得我们真的比谁都还大ថាយើងមានចំណារំថាយើងគិតថាយើងមានតំណៈធំជាងណាគេ神家里的人没有烦恼ចឹងសមាជិកក្នុងគ្រួសារព្រះគឺគ្មាននរណាគេខ្វល់ខ្វាយតែសិស្សគឺកាត់ទុកគឺពោពេញទៅដោយសេចក្តីអំណរអស់សប្បាយអូ这个就很重要ចឹងឡើយនេះគឺសំខាន់所以大家要常常记得ចឹងឡើយនេះតែចង់ចាំ我们是神的儿女យើងជាកូនរបស់ព្រះ无论如何我们在外面做什么事情មិនខ្វល់ថាយើងនៅខាងក្រៅធ្វើរឿងអីក៏ដោយ我们要表现出神儿女的一个现象យើងត្រូវតែធ្វើអាកប្បកិរិយាមួយបង្ហាញថាយើងជាកូនរបស់ព្រះ那我们想想看យើងសាកកកមើលអូនៅចាក់ពេលនេះយើងនៅក្នុងព្រះវិហារចូលមកដែរគឺ什麼អ្វីដែលពោពេញគឺជាអ្វី彼此相愛គឺសេចក្តីស្រឡាញ់因为我们是属灵的一个团体ដូច្នេះតែយើងមានចុះសាច់ឈាមជាមួយខាងព្រះវិហារហើយ那我们在外面哦也这个有在外面是自己成立的一个团体社团啊或许大家很无聊去看唱唱歌卡拉 OK 啊ថានៅខាងក្រៅគឺតែតែមានឯក្រុមមួយចំនួនខ្លះគេក៏ពេលធុញទ្រាន់ឯទៅក្រៅគេជាជំនាញអូនេះសូត្រហើយខ្វាយលឿនមកចឹងយើងគិតមកថាពេលសុខចិត្តមែនអត់ជីវិតថា内心里面空虚តាមបន្តក្នុងចិត្តគេហ្នឹងគឺទុតិឆាវ៉ាណៃហូពេលឈានចប់ហើយចាយហូពេលឡើងទៅទៀត不知道人生的方向អត់ដឹងក្នុងចិត្តហ្នឹងគិតអីគេទៀតទេតែសូមជួយជំនាញតែសម្រាប់យើងជាមនុស្សនៅរស់នៅក្នុងវិញ្ញាណពីសុខអាសេចក្តីស្រឡាញ់វ៉ា我们今天我们总是不一样គឺការរស់នៅគឺខុសគ្នាអូ有的是中国人，面南籍加内国，啊，有的是印度人，还有面印度人，印度那谁 ？India， 呀，印度啊，哦，啊，有的是很多种种族，还有面介绍几家店，但是，包括你，一到教会里面，但做不到看代表天的书，哇，哈利路亚，伊特别哈利路亚，哇，大家都能够同心，就是讲他รวมจิต你啊，用做什么的吧，大家见面一下。好久不见的家人一样。他变都是สมาชิกโครงสร้างยังคันชุบอยู่จ้ะ我们曾经去访问一个国家。ทางนี้ก็มาในส่วนสกุลประเทศมวย跟他们相处ประเทศนู้น跟他们相处两天而已。ตั้งปีง่ายอยู่ในมวยพวกเก๋哇在教会一起聚会。ในขนมปะเฮียประชุมจิ๋มวยคืนนี้一起唱诗。ช่วยจะเป็นสักการ์เต้ต้อง要离开的时候จังมุ่งไปในจางเชง哇如果自己的家人的孩子要离开家哦，也还没有那么难过。将本身就工农田，但他又能赚钱，又送家都来将，要上班了，我都是哭啊。但那天又问个用方来方，三千多三百多的。这个就是一个家人。把你他就什么来多三百黑白数，农白数。为什么我们要强调爱？为什么一直讲说要爱？ແລະວ່າຈະຍຶດໃຕ້ໃຕ້ຈະປີສະເສລາຍເຮົາມາຄັນປີຕະເຊຊູຈຶ່ງເມື່ອປະກະປີເປດໂຣປີຕະເຊຊູປະກະປີເປດໂຣທີ1ສັງທີ8ຈີເອປຸກ4ຂໍ8ສັງທີ8ຈີປຸກ4ຂໍ8ຫາເຮົາມາອີຊີລະນຽນຫາທີ່ຫ້າທ່ານຄືປີຕະເຊຊູທີ4ສັງທີ8ຈີປະກະປີເປດໂຣທີ1ຈຸກ4ຂໍ8ຫາທີ1ທີ2ຫາເນາະ1 2 3ព្រះគម្ពីរពេត្រុសខ្សែទី1ចំពោះ4ខ8តែមុនដំបូងបង្អស់ត្រូវឲ្យអ្នករាល់គ្នាមានសេចក្តីស្រឡាញ់គ្នាឲ្យអស់ពីចិត្តបាត់សេចក្តីស្រឡាញ់នឹងក្របាំងអំពើបាបជាអនិច្ចអនំព្រះសិលីក៏សួរមែនជាមិនបានប្រាប់យើងរាល់គ្នាសេចក្តីស្រឡាញ់សេចក្តីស្រឡាញ់បើជាទឹកអាយ不是外表的មិនថាសេចក្តីស្រឡាញ់នេះមិនមែនការសម្ដែងទេ确实就是发自内心里面的关心。为他就把真皮真毛弄干净就懂了。能够相爱。就把这些来没真毛。那个这个爱已经是没有条件了，没有说哦我爱你，因为你要怎么样对我才爱你。真这些来弄干净，那我们他多的面木了害他，用什么来？因为这个是在主里面的爱的表现。他比这个是来莫比别。后面有讲到最后一句话。还有个对。因为爱。因为爱可以遮掩许多的罪。原来我们是罪人。
sao dương bị đau lại như chuyện đuổi đại miền Bắc. Chúng ta tôi sai. Chúng ta cũng sẽ phạm sai. Nhưng vì sao? Vì sao chúng ta có thể bảo lộ. Bảo lộ chính là chúng ta có thể nguyện. Nhưng trên lưng lên tốt. Vậy nên, người ta đã đối với chúng ta. Chúng ta bản thân chỉ nhận thẳng cho cái thứ bám đó dưỡng. Nhưng vì chúng ta có thể bảo lộ. Chúng ta có thể bảo lộ chúng ta. Nhưng chúng ta có thể bảo lộ tất cả những người. Dương ai lực lên tốt hơn kia kia bạn dương mình bằng cách tốt kia. Ví dụ mình muốn chuyển một người. Chuyển. Này, cái này. Chụp bẹt. Sao dương tha dương ở chụp bẹt kia? Hè. À, cái này mình chuyển tha được sự cố. Dương chụp bẹt kia hay? À, có khi mình chụp bẹt bên trong đã có một chút cái giáo huấn và trừng phạt. Bạn cũng không biết. 啊，也许我们啊，因为他犯的错，我们直接讲了。chúng ta cái thứ khó khăn nhưng để gặp cái hay, nhưng mà, tiếp thu được đấy. Đây là cái, đây là tập tụng rồi. Nên là chúng ta bị chúng ta giảng được đấy. Nên là tự dưng như vậy thôi. Mình mình, chúng ta là chuẩn bị thầm. Thầm dưng bạn học luôn quá. Nhưng mà, chúng ta thấy là thầm không có đang mạo tôi. Chúng ta cái thầm ấy nhưng mà bạn thấy là ai đó? Vì thầm giảng được là bên trong tràn đầy tình yêu quan tâm. Cái sao không ở bên cái này vậy? Chính mao đó, cứ cái đó luôn. 这个就是一个爱的功效。就你去接这个来买的，这个泡面是来。啊，所以呢，我们因为爱可以遮掩很多很多的罪，是后面那一句话。那个中等多，因为他特别是来能够帮能够接来，能够帮接来啊。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建立一个属于大家属灵的大家庭。就这个。คือว่าสักครั้งแรกนี่ยังจะครูสามมือเราทุ่มเราไม่不再分你是军编的เราไม่ไปใจท้าว่าไหนจะมาเป็นทุ่มเป็น或是你是 first tone 的มาเป็นคงทุ่ม或是 province 的private 这么远今天我们所有的年轻人骑摩托车有的开车到很远的地方去ใช่ในที่นี้ยุคชนยุคการแปลงยุคคือชิมโต้ตามปีเปล่าเตยตามแคทเซมเซ่这个为的是什么จึงเพื่อทำไมไว้我们要把这个大家庭能够一起努力建立起来การเพื่อไอ้สมาชิกทุกท่านต้องเป็นนักทุกคนคือก็ชอบละ就是让我们的所有所知道的能够分享出去啊เพื่อไว้ไว้ในยังบ้านตั้งคือยังบ้านใจใจไอ้เคนไม่จะมา那边有缺什么ในที่นู้น缺就是他那边没有什么ทางนู้นขาดขาดไอ้เคน那我们这边有แต่ทางยังมี就去支援他们，去帮助他们。因得注意给，因不打来给。让他们很快的又长大了。给帮你长大了的。同样的，今天我们有这个能力去帮助一个人。而且天天讲给人民，共难为的，为的得注意给。那么这个人长大以后，就能背得给路了，给通通了。又有能力去帮助其他的。给人民共难给人民什么来参加注意路了带一点。那么我们今天教会也是一样。将不然平分。因该你搞得起来，一定有比较早接触教会的，一定有比较早来到教会的人。真能面呢，来他摸的些能门。他听得道理。摸门这个啥人多？听得道理比别人多。啥都比班其他这个不会摸门。但是也有是刚刚信主的。但那个面呢，来都得摸。很多的道理他还不清楚。面不都是其他来门就。但是呢，我们知道的人。但就是那能。我们就去帮助他。今天得注意过。为的是什么？为了买爱。为的就是拯救人的灵魂。他的买救生主，不让人烟的忘记。让我们主耶稣给我们的责任。为啥不让主把不让主没有看到你不让就落去呢？就是传福音的这个工作，就是把它做好。他用福音干业所想要那个用福音办了，做福音。这样子我们的教会就有希望。将不让人不让人能面子看吗？第二个，第一，我们要侍奉，我们在做神的工作，我们做神的工作。耶稣讲的嘛，不然大家都是一样的。那么我们要怎么样的立志？我们要怎么样来做决心？我们。什么来着？最近什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一章。腓立比书第一章，腓立比书第一章，28-30，腓立比书第一章28，腓立比书第一
经过这次的灵恩会过后，我们又回到我们自己的家里。回到家之后，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孩子。我们跟以前已经不一样了。我们就像一个新造的新人一样。经过神的洗礼。把我们过去的罪所有的全部洗得干干净净。把掉本满的用穿破毛当皮带毛，然后那个什么啥都好。哇，我们今天所穿的衣服就像一个洁白的衣服一样。他把阿的用表那个都是阿的 source 库，一点污染都没有。个面是那么烂的。但是我们回到家里，被淹得到底。或许就开始面对很多很多的这个患难。就不带那个我不想去这样。但是这里告诉我们呢，凡事不要怕敌人的惊吓。我们今天得救，这一切都是出于神呐。今天我们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恩典。因为主耶稣的爱。过去保罗也是为了主耶稣受苦。chúng bị muốn lục bao có lòng lòng tốt để sao để xuống đây. 但是保罗说，他受苦反而觉得自己甘甜，反而喜乐。但lục bao có bạn như vậy, thà cả lòng tốt đó nước cứ sản phẩm tốt thì tôi chỉ cứ còn sợ bãi chật trong cả phương diện. 因为传福音的原因。để sao để miết mà đây vương ca sang đó. 再怎么受苦，他都愿意忍受。chúng mình chút tốt bài nào đó lục bao vô prom này. 所以我们今天是打一个临战。chúng mình chỉ để hiện một chút。我们打这个临战是什么呢？总办，我们面对的就是属灵的战争。因为总办看啊，不能看见。那么这个属灵的战争，我们眼睛看不到。那眼不到，你没问题的。啊，我们战争，我们要打，最难打就是我们看不到的。因为到这边的那里有没有可以的？那么这个恶者都在后面。就是魔鬼啊，撒旦。哇，他像那个吼叫的这个狮子一样，这个生，哇，他在找可以吞吃的人啊。生被长毛的那个白的。他特别要找就是神的儿女。为了白。就像我们每一个同龄一样。真的，比赛个月在那个白那来去干活的。我们一个不小心。生毛毛那来他们不一样。一个对神这样的一个怀疑。他来他毛那来面上偏上菜就没白。哇，他就会咬我。所以这个我们要常常去警醒。今天都在打盹出来。发挥我们的这个能力。还有各种我们来去怎么来怎么用。那么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那你就开始跟我们说。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每个人的专长。专长。啊，这个才能恩赐。哪边？今天是单边的哪边？那边可能。啊，这教会里面的哈，就像一个打机器一样，一个机器引擎。哇，这个机器为什么它可以运作？为什么它可以这个好？比如说这个汽车为什么会跑？是每一个螺丝锁起来，锁起来，锁起来就变成一个机器。如果少了这个螺丝啊，机器它就会漏油啊。漏油，这个机器就烧坏了。但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
ก็คือเราเหมือนสิทธิ์ที่จะจังได้ที่ชื่อของเราสิอย่างถ้าเป็นได้เจมรูปกลมในมาสิจังคือยังจะสัมปะเนี่ยในตัวตนในក្នុងประเทศเฮาก็คือเหมือนกลมน่ะสัตว์กลมอ่าคือว่าเราเหมือนจะก็ยงชุบอ่าแต่มีอุปกรณ์ในคลุมอ่าคือว่าจะเจ้าไปอีกมีอยู่ที่ห้องในเจมรูปกลมอยู่ในคลุมมีแต่ท่าน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เฮาก็เจ้าสิ คือก็เจ้าชื่อเรียนเจ้าบังเรียนจบเรียนอ่ะอยู่ๆแต่เจ้าก็อยู่มีให้มีเนี่ยคลาสที่ในโรงเรียนเฮียอ๋อถ้าไปซื้อฉิบเจ้าจบชาโนอ๋อรู้ว่ามันจริงๆเชื่อมุ่งเจ้าในอีกสังคมเชื่อมุ่งให้ชื่อว่าเจ้าในอีกส่วนส่วนนี้เพียงภาษาจีนนี้ยังโจทย์ทั่วการเงินวันนี้แต่ส่วนมาปุ้ยแต่ยังเอาเช่นชูจุ้ยสุเกี่ยวกับเรื่องส่งไว้เปล่าดาวเอาเงินเช่นเราหาเงิน我们今天所做的所有的工，将甘念的烟和甘念来表达我们。啊，不是给人看的。可以用来分爱，不是没得。是神在天上默默的在看我们。你不要动，没用。老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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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úng ta chưa thấy đều là chuẩn bị rất là tốt để cái chỗ ở địa chúng ta phải chuẩn bị trong mai hai cái này là nơi cư trú sạch sẽ mà tên chứ là như suy nghĩ đã chỉ miêu ưu điểm rồi là vì vậy cho nó không đủ miêu ưu điểm mình tự bỏ lại tại vì mình trục rõ所以我们要想到有一天啊，因为我们一定要面对主耶稣。所以我们今天所做的，那么，这些人还被主耶稣骂。 那这些人什么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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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些
要怎么做？那用几句话伤害的，用在做维克兰。主耶稣要立志教门怎么样做？耶稣把不单不单他用在做维克兰。那我们就要开始遵守神的话。那用在格罗单变都不变。好，我们不要跟这个世俗、这个世界潮流啊，跟他们一起一样。因为我们做单嘛，就走路的念到对，就我们做单。啊，就像荷花，你们知道吗？荷花，莲花。嘎粗，嘎粗，对，它那个花哈，它长在哪里？我去那个 Brisbane 的时候，哇，好多哦。对，用得到 Brisbane 就去嘎粗，我看过，很漂亮。啥的？但是它从哪里长出来？就到青毛皮的来呢。哎，它那个地哈，都是黑黑污泥啊。雷破，嘎粗雷破。哎，但是它开花出来就很漂亮。嘎粗青毛啥的。他有没有被那些污泥弄到那个整个花黑黑？没有。我们没有办法离开这个世界。我们离不开这个世界。但是呢，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基督徒就有基督徒的形象。形象就像一样神一样。我们圣洁。我们一定要记住。今天成为基督徒。不是我们今天要选主耶稣的，而是主耶稣拣选我们，成为他家里的人。我想到这里，我们多少的内心的感动，我们内心就开始喜乐。所以我们只有open prayer。我们内心里面。今天神拣选我们，所以我们祷告就要感谢神。所以呢，等一下唱完诗以后，我们要结束今天早上的聚会。我们用感谢的心，感谢天上的真神，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成为他的孩子。我们一起唱诗，77首。